目睭是身躯的灯，你的目睭若金，全身躯就光明。欢迎咱大家做伙收看《新眼光新行业》。我今仔日要甲咱分享的是靠主得胜的人。咱所读的圣经是诗篇二十一篇第一节到十三节。诗篇第二十篇甲第二十一篇是同一组的诗歌。诗篇二十篇是为着出去征战以前祈祷下愿所唱的诗歌。底下因要有足这个征战，当得到胜利。诗篇二十一篇的内容是因征战得胜回来了后，要庆祝胜利所唱凯旋的诗歌。一首凯旋的诗歌，唔呐唱出得胜的感恩，也因为伊会当爬上到锡安山，也感谢耶和华上帝大宽容，因伫遐欢喜快乐。咱基督徒的人生，有缘是充满无同款的精进甲挑战。咱绝对唔通因为一摆得胜，就心内感觉骄傲，也是自夸，甚至咱就停留伫原地，无要阁向前来跑走。其实上个要紧的，就是咱爱抓牢咱得胜的秘诀是伫倒位。安尼，咱才有法度伫以后的征战的中间，来得到持续不断的胜利。那想要伫征战的中间得到胜利的秘诀，安尼是甚物呢？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中间，我看见有一个上关键的一句话，就记载伫第七节：因为王瓦克耶和华，伫至高的一慈爱无地到有抓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得胜的秘诀就是瓦克耶和华上帝。人若愈想要瓦克家己的困难，到尾就会愈软弱。无共款呢，就是咱我倒转来看，就是咱若愈瓦克上帝，虽然一开始咱有感觉无困难，感觉软弱，但是靠主到最后就会愈坚强。得到最后的胜利，因为这种的困难是出自上帝，不是出自人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，保罗把咱的讲：，那是我有这号宝贝，藏在土的器库，是要给极大的宽容做上帝，不是出自我。所以，咱要真多时时刻刻拢是挖靠上帝啦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记载讲，伫遮门徒有来问耶稣提出一个疑问啦。伊问耶稣：天国内面，什么人是上大呀？耶稣听了，就叫一个细囝来到伫因的面前。当伊来到伫门徒的中间，耶稣就甲因讲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若无活倒转来，真做亲像细汉囡仔的，决断袂会入天国。所以，囡仔家己谦卑，亲像这个细汉囡仔的，伊伫天国就是上大的啦。主耶稣伫遮一直讲，细囝的心，亲像细囝的，伫天国内面才是上大的。这就是主所学了信心的模范。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小孩子的个性是上帝所欢喜的，因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特色就是因真单纯来挖苦，就像小孩子因单单挖苦因的父母，心内没有任何的犹疑。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
诗人代笔讲：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唔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的，你的腿、你的拐安慰我。而且，就让咱明白，咱人生的路站，唔是讲达时阵，拢是伫顺境内面。唔是讲咱做基督徒就袂去拄到艰苦，乃是你讲，咱着挖靠上帝。就算讲咱现在行伫死荫的山谷，咱也免惊，因为有主甲咱同在。咱伫跑走天路历程，唔是讲永远拢是平坦简单的路啦。但是只要咱甲上帝三同行，主甲咱伫地，咱就袂孤单，就唔免烦恼啦。什么是德行的基督徒呢？到底什么款的人才会当称作是德行的基督徒呢？我想，就是伫主耶稣的内面，会当享受完全的平安、喜乐的人啊。换句话来讲，因就是完全倚靠上帝的人。一个倚靠主德行的人，伊有什么款的特色呢？我就要对诗篇21篇提出两项的特色来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特色就是伊是一个祈祷的人。咱看第二节，而且记载讲，伊的心所爱，你已经给伊；伊的嘴所求的，你无唔允伊。第四节到第六节又讲，伊对你求活命，你就予伊，就是长岁寿到伫永远。伊因为你的拯救有大恩光，你阁将尊贵威严下伫伊的身上，你予伊有大福气到伫永远，阁予伊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。因为大卫王伊倚靠上帝，所以伊就会晓用上帝来求帮助，伊就会时刻来到伫上帝面前祈祷，结果就伫上帝面前蒙恩得福。大卫王伊得胜的秘诀是甚物呢？就是因为伊用上帝呼求的祈祷。伫新约雅各书第四章第二十到第三十讲，恁无所有，因为恁无求。恁求也无得到，因为滥三求。所以，常常因为咱无祈祷，就得袂到咱所爱。也因为咱无用上帝任何的呼求，咱就唔知袂得到什么。但是有时，咱已经祈求啊，已经祈祷啊，为什么咱阁得袂到呢？拄只个圣经甲咱讲，因为咱滥三求。伊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，咱个动机无好啦。祈祷个目的，就是在伫祈祷个人甲上帝中间爱有好好密切个关系。祈祷个人必须甲上帝心是合一个。撒母尼记上卷13:14，撒母尼伊对扫罗王安尼讲：，但你的王位无久长啊，耶和华已经找到合伊的心意的一个人，佮耶和华也定着伊要做伊的百姓的头，因为你无遵守耶和华所命令你的，你愿意伫上帝面前真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嘛？你愿意真做和上帝同用的器库嘛？那呢？你第一项，你所做爱做的，就是你爱大声真做合得上帝心意的人。这款的人，就是照着祈祷，常常甲主有亲密属灵的沟通，安尼才有法度和咱甲上帝心意会当合作一伙。以西结书11:19-20讲：我要予因专一的心，也要将新的心下伫恁的内面。
搁要对因的肉体中拄起迄号亲像石头的心，想使因迄号亲像肉的心，互因会当顺从我的律例，遵守我的法度来行伊。因做我的百姓，我也要做因的上帝。咱讲到全心，讲到专一，讲到一个合一的心，其实就是基督的人会当同心合意的恳求，并且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安尼就会当得到基督的快乐。基督徒要安怎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呢？唔呐，爱照着读圣经，明白上帝话，了解上帝的旨意，也得爱照着基督来清楚上帝的心意，互咱会当甲上帝的心意合作一体。拄则咱开始讲到基督的人，有时常常是照着家己的意思，是照家己的欢喜伫求啦。但是咱若基督愈深入了后，渐渐咱就袂阁照家己的意思来基督啊。因为咱先求上帝国甲上帝义，就是为着咱要大声来成就上帝意思。基督是上帝赏赐予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特权。过去旧约时代，想要基督，拢无法度直接到伫上帝面前，都爱一年一拜，还是一礼拜一拜，才当通过祭司来替咱向上帝基督。上帝只有对君王、祭司、甲先知赐落这款的特权。但是主要说，为着咱定死伫十字架，为着咱打开一条搁新搁活的道路，互咱会当坦然无惊呀，无有任何的阻挡，会当直接来到上帝面前向伊祈祷。两位主内兄弟，咱既然得到这么宝贵的特权，安尼咱就要好好来使用祈祷，因为祈祷的人就是真正倚靠上帝啦。第二项的特色，就是伊是一个稳定的人。第三节安尼讲，因为你用大福气赢治伊，用好金的冕旒戴伫伊的头壳。伫遮赢治伊的原文，就是讲行伫头前啦。行伫头前的意思，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代表王伊受着上帝真大、真好、真水的福气甲赏赐，因为伊拢会当行伫上帝面前的稳定啦。这是因为代表伊倚靠耶和华的态度，伊拢来到伫上帝面前啊。加尼文，也就是咱的长老教会改革中的创始人加尼文，伊捌形容讲。讲咱倚靠上帝所得到的稳定，是咱白白领受的礼物。亲爱兄弟，等咱活伫这世间，因带咱行伫头前带路的是咱的上帝。通过这种稳定，就亲像过去以色列人，伊行伫旷野，上帝伫暗时用火条，日时用云条伫带领因同款。这是上帝所赏赐的稳定和福气，所以用信心单纯倚靠上帝人，有什么样的特别呢？就是伊要成做上帝稳定带领伊的人啦。另外，伊本身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咱讲稳定是甚物？就是上帝对你原本拢无资格，伊是一个罪人。但是上帝却白白予伊得到福气，上帝稳定也绝对袂离开遐个仰望倚靠上帝人。诗篇二十一篇是大卫王所写的诗，虽然伊是君王，但是伊犹原谦卑顺服，独独来倚靠上帝。一个骄傲的人，常常伊个内面是充满着怨妒、受气。不满，伊家己的心已经成做一个枷锁，成做地狱。
但是谦卑的人，伊就见看无家己，伊常常来到主的面前祈祷，迫切来求上帝的稳定，所以伊的心内就充满平安，会当承受上帝所赏赐的一切。只有我靠上帝人，才会当真正的交托甲平静，超越伊所有的难关甲环境的变迁，会当用刚强壮大的心来确信上帝要伫伊一生中间来掌管，并且予伊得到最后的胜利。亲像第七十讲的，因为王挖靠耶和华，伫至关的阻碍就无地到油抓。所以，嘛，咱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你唔通跨入，你唔通误足。上加要紧的，就是爱信靠主，你的心爱独独来信慕伊。只要你彻底来挖靠上帝，就是你的人生的过程中间，遭遇到什么款的困难，有拄到什么款的挣扎，到最后，你也当成做一个得胜，并且得胜阁有剩的人。我唔忙伫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话内面的这句话，会当刻掉伫你的心内。搁在万书三甲内，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掉的旨意来受掉的。咱的人生有拄到侪侪打击、挫折，但是若要维持，咱会当赢过这一切，互咱不断搁得到胜利。上关键的，就是咱倚靠上帝。我要鼓励咱每一个人，真做靠主来得胜的人，真做一个祈祷的人，也就是你是一个大大蒙受恩典的人。啊，因为捌偷棒黑人才会落力，真做自由的百姓的美国总统林肯，伊捌家己讲，伫逐天伊拢跪落来祈祷，因为知影伊已经无别条路通行。伊清楚家己伫无五万的时阵，只有瓦克比家己搁较聪明、搁较有气力的上帝，才会当予伊成做一个得胜的人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你会当学习亲像连坤总统，伊的得胜是对瓦克上帝来的。伊有所书六章第十节，保罗也勉励咱讲，搁在万行书三甲内，要予听上帝人来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掉的。咱若要亲像大卫王第十三节，伫遮祈祷感恩讲：耶和华，愿你对你的气力升悬，安尼我要吟诗阿乐你的大宽容。兄弟姊妹，我相信咱拢是一个需要主的人。今仔日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有可能咱已经行到伫一个无主、活袂落去的时阵。利用信心，仰头来仰望伊，毋通累积，因为主时时刻刻要甲你相隔地带。今仔日，咱所读的这个得胜的诗歌，同款要鼓励你。你学习亲像大卫，伊一世人挖苦，伊知耶和华是伊的牧者，伊就无欠缺。所以我要搁一摆，也来鼓励你。今仔日，上帝听，上帝稳定，永远伫你的生命中间。想看卖咧？要安怎你会当成做一个靠主得胜的人呢？爱记你成做一个祈祷的人，爱成做一个领受主恩典的人，要好在你的生命每一天，在顺境甲逆境，在得时甲不得时的时阵，你拢当来到主的面前，我靠伊，
恳求伊，相信伊，也伫主的内面，互主来成做你的帮站。那安尼，你就会当无惊呀，你就会当搁较好打，到伫主的面前，并且你经过这个艰苦的日子，当你的生命有改变的时阵，你所经历的就是上大的见证，会当将一切荣耀拢归于上帝。这个时阵，我要特别为你来祝福。那是你真正有艰苦、有忧闷，唔知要安怎伫你的精神的中间，伫你拄到挑战的中间，唔知要安怎行落去。这个时阵，我要特别为你来祈祷，恳求上帝来帮助你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万官灵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是为着阮精进得胜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予阮会当伫每一天的日子中间，拢会当坦然无惊吓来挖苦你。即时特别为着电视机头前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主内兄弟姊妹来为因祈祷，恳求上帝将你的大快乐、你的大宽容，赏赐在因的内面，让因通过祈祷来得到稳定，让因通过祈祷在精进的中间，会当得到最后的得胜。我感谢你，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多谢咱收看今仔日新安公新人意，愿主祝福你。